果莉莉，你可以写信给宇宙公主，告诉她你学到什么吗？当然可以啦，紫月。再来，说吧。亲爱的宇宙公主，等待心里渴望的东西真的很辛苦，所以我决定走捷径。再来，心之渴望啊！苹果莉莉，你得到可爱标志了。但是作弊的手段是行不通的，因为那不是你努力得来的。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是我招了，我没有得到可爱标志，这些都是假的。我以为心之渴望可以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所以可拉出门后，我就调了特别的药水，把剩下的心之渴望加进去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自己跟大家诚实，这才是每颗心所渴望的。